今日會去深圳北呢3年都少，係就因為疫情之下嘅少，期待起碼你喺上面都可以玩幾日咯，順便同屋企人過年啦，因為屋企人喺上面。 好帥啦，我覺得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也一直期待和香港、台灣這種打通，然後大陸和兩岸的關係也更好。而家爭取我哋都係想睇下有邊度可以優化啫嘛。點到點要過半鐘啊嘛，我心目中嘅高鐵咧，點到點應該係1個鐘嘅，係嘛？咁所以我哋又需要快啲嘅。